二三，开始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几点了？现在半夜两点多了吧。辛苦辛苦。喝多了，那个精神肯定不是一个喝多的状态。下来之后最好习惯。好，干杯。他没说要娶你，是你说他要娶你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？你安什么心？我问你安什么心？其实情感是自己的事儿，跟别人无关，不应该去相信别人的。别碰我！所以你今天就是来看笑话。是不是真的以为我不够好啊？想得太开心了！好看见，让你们乐乐，太棒了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一二三，妻子的选择杀青了，我们杀青了。我们杀青啦！我们杀青啦！杀青快乐！感谢在场的每位大家，谢谢！杀青快乐！